现代人生活忙碌，即使回到家里也很难真正放松，尤其大家习惯使用手机、电脑，更容易导致肩颈部位的紧绷酸痛。长期研究气功和人体整复的张正泽提供了我们舒缓筋骨的解方。我觉得睡眠对一个人的这个健康的品质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人类这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嘛，睡的时候是刚好全身放松的时候，你放松的时候又能够吸收这些磁场的这个正能量，快木加上磁铁这两个东西加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让你怎么样，在你的颈椎电道旁边的肌肉都放松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吸收这个电磁力。好，所以你晚上你看，如果睡六小时、睡八小时，你都不断的在充电，那你早上起来是不是精神就会比较好？运用磁性相吸的原理，把身体里的磁场做调整，即使人在办公室里面，也可以用它来松弛紧绷的肩颈肌肉。那因为它方科本身有磁力，所以我们用我们身体自然的一个蠕动，然后还有椅子的那种自然回击给你的那个重量，所以我们可以自然的去拿捏那个力道。回去的时候躺个三分钟，你就会发觉你的颈部的肌肉放松了。对，那我同时呢，我也发现说，哦，它可以拿来松我的腰背臀颈实的肌肉。我们的颈椎跟腰椎它其实是有一个曲度的，不是直的，把颈椎跟腰椎的曲度把它回复。一组三颗的快木球可以拆开或是相连使用，即使身高超过180公分的男子汉或是身材娇小的女生，都能达到舒缓筋骨的效果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